大家小心啲啊！千祈唔好整掂啲衫，仲有十分钟，搬唔晒就留喺度啊！你真系信花神？一千八满一个答案，佢冇呃我哋嘅必要。我哋仲有15分钟就到现场，你翻呢边等我哋。咁你自己小心。阿妹。 好，我哋 stand by。 嚟咗啦，有笪咁正嘅地方，唔一早通知声啊！坐低慢慢讲。咪话同我哥有个朋友嚟饮嘢，原来系福田哥嚟，又唔同我讲声。点啊，啲酒啱啱饮啊？啱啱饮。我同阿福田呢已经倾好晒噶啦，咁啊之前嘅事大家都有唔着，人就死咗啦，啲钱都烧晒，咁就咁冇数啦。 你话呢？咁既然福田哥咁大方，我哋就将唔开心嘅嘢忘记晒佢。好，讲得啱啊！冇系屈喺心里边唔开心，阻住以后我哋嘅合作。合作啲咩啊？我哋咪有200公斤可卡因喺手嘅，我谂住放喺网上面嗰度拍卖，叫价系2亿啊！我知道呢，北美同欧洲嗰边就好缺货。 大班人争住呢一批可卡因，国家我谂咪必高多1-2倍啊，都唔出奇啊！到时够我哋找九嗰笔数之外，仲有肉食啊！<笑>但系物流公司个条路已经断咗，咁大批货我哋点样出啊？你搞咩咧？你要做多几单生意，我撑你冇问题。但系你做乜嘢癫狗翻嚟啊？佢老婆死咗，变咗第二个人，呢啲人你唔可以惹埋身噶。 你唔清楚我而家嘅情况咩？我咩都冇啊！但系福田，佢有钱，佢有货，我谂到有咩理由系唔同佢合作噶啦。雅仔个妹仔，你觉得唔关净福田事？你口口声声话当佢哋两兄妹系屋企人，你唔报仇不特之，仲同佢合作？你唔好谂住你帮阿雅仔搵啲钱翻嚟啊！佢会当咩事都冇发生过。 安乐嘅嘢，你唔需要去理。你话福田系癫狗，咁咪边一个令到佢发癫噶？系你啊，系你教我淑燕去自杀噶，系你害死人哋老婆，系你欠人哋一条命。今次嘅合作，你唔冇得死 no 噶。No， 总之有郑福田嘅话，你唔使置意我帮你。哼。 都好耐冇见你发咁大脾气咯，我好好奇，你嬲系因为福田害死好好啊，又话你嬲佢系买喺叶浩天啊？乜叶浩天对你真系咁重要嘅咩？唔关你事，总之你揿住郑福田，唔好俾佢乱嚟。叶浩天冇事嘅话，我都会帮你。如果唔系， 你自己揾过另外一个人帮你使钱。虽然上次件事处理得唔系咁理想，但意外嘅嘢我都控制唔到啊！你一句唔理想，你知唔知害到我同文华几麻烦？
講好咗鄭福田係你啲錢留翻俾我哋，但你兩樣嘢都做唔到啊！我起火上嚟我都冇計㗎，催發嗰陣我同上頭講一定會拉到鄭福田，點知人就拉唔到啊！早幾日佢仲搬走曬佢收埋嘅毒品同埋現金，成四十個紙皮箱啊！粗略估計嗰度有百幾二百公斤可卡因，關我咩事啊？我想你幫多我一次。上頭同我講，如果我拉到鄭福田，保證我會升到一級，到時我就係警司。我的權力可以做到更多嘢，都是那句啦，關我咩事？我知道商業罪案調查科查緊你，雖然而家仲未查到啲咩，但話唔埋，遲啲揾到啲咩料同你有關嘅，到時我就可以幫到你。你覺得我同鄭福田仲有關係咩？彌補啫，文華有嘛。之前鄭福田搬走曬個工廠帶啲貨，我哋睇翻大廈附近嘅 CCTV。見到文華在大廈門口出現過，咁文華喺附近出現過，咁又點咧？你懷疑佢，咪直接拉佢翻去文華咯。我唔知道你揾我做乜嘢。我想利用你同文華嘅關係，幫我查下鄭福田匿喺邊。等我拉咗佢升官發財之後，到時張小姐你有咩麻煩嘅，你開句聲，我一定幫你搞掂。Sorry 啊，楊 Sir， 見過鬼都怕黑，我諗我哋冇合作機會。喂，場戲啱啱做完啦，張林冇跟我有劇本走，佢唔落答。我即刻揾文華翻嚟協助調查。就算喺閉路電視度見到佢喺現場出現過，我哋都證實唔到佢係同鄭福田合謀運走啲錢同毒品。我遇到咩都問唔到，到時求其揾個理由拘留佢48小時，可以鎖佢記錄得幾耐？鄭福田會同文華合作。都要等佢離開咗拘留所，先可以進行交易。又會咁啱嘅？你送翻外賣啦？再唔開工嘅話，就冇錢交租噶啦。好心你就請翻個人幫你啦。啲書抬上抬落好辛苦嘅。間書店我都唔知道可以做幾耐。盡量做得幾多得幾多啦！我有時間嘅，上書店度幫你啊！歡迎支持，如果你肯翻嚟嘅話，所有嘢全部照舊。多謝先，唔講啦，我開工先。再見。文華先生，我哋係毒品調查科，想請你翻嚟協助調查一宗非法管有毒品嘅案件。可以嘅，阿 Sir， 不過唔好意思，可能你哋要等一陣，我要將嗰啲書搬翻上去書店先。你兩個幫忙伸手，唔該曬。有警察嚟拉走咗文華。你而家睇緊 TVB USA 官方頻道，唔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嘅，就快啲 subscribe 啦！